师妹啊，我今天是特别的高兴。是的，高兴高兴。师兄，那你就多吃点啊。好好好好好好。来，三宝啊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叫你师傅、师伯多吃点啊。啊，师傅、师伯吃菜。好好好，吃鸡啊，来来来。哎，不要忙，不要忙啊。哎，好多吃点啊。哎，哎呀，师妹啊，我今天啊特别高兴，来来来，喝杯酒，一起高兴高兴啊。好的好的，哎呀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哎呀，他不能喝酒。妈，我今天少喝点嘛。哎呀，你记不记得呀？你喝多了又要说难为情了，难为情死了。那是喝多了。好一些，少喝点，少喝点。那就少喝点啊。好的。来来来来，吴昕来了啊。哎呀，你看看，怎么说，他的妈妈被我吓得浑身发抖了。哎，我跟你们说。你们看到吧，他们听见你们的话吓得呀，那个脸像石灰一样白，跟吊死鬼一样的。要把他们吓得灵魂出窍才好呢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这个现在看起来啊，他们要进入我们的圈套了。怎么样，我们宿命的本来是为了混口饭吃的呀。对对对，我们本来啊只是为了混口饭吃的。哎，没有想到啊，我们现在做起好事来了。不是的，要不是三毛坚持啊，你才不会干呢。哎，师傅，我告诉你啊，师伯是为了你才这么干的。去去去，小赤佬，他才不会干呢。回头，师妹啊，嗯，你还不了解我的心呢。啊，师妹啊，我现在心里的只能装住你一个人呢。啊，我帮你养东西啊。啊，你不要讲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拿出来你就晓得了。快给我。你张张照片，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了。快给我。这是谁的照片啊？你忘了，是你的照片啊。师傅，吃菜啊，菜都要凉了。来来来，快。三毛啊，是不是师伯把你收买了？你偷了我的照片给他？没有。你在骗人！你在骗人！我没骗人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别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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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谁嘛？打我！这是我不好，不干什么？我打我！打我！打我！不是我的东西！不是我的东西！别打！你再打这边！哎呦呦呦！哎呦，疼疼疼疼！你再打！你再打！你再打！再打这边！再打！不要吵了！不要吵了！不要闹了！快吃饭！给我！给我！给我！哎呀，你们两个不要抢了！谁的照片？谁的照片了？彩英的照片。啊，是去年做户口的时候照的。哦，拿给我看看。陈英啊，侬这张照片拍了老好的。什么？这是谁的照片？是四妹的照片。这是上狗的照片。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什么？什么？怎么是狗的？四妹不是陈英照片吗？拿回你的东西去！
这个婚姻呢，是个大事。俗话说啊，这个富贵在天，甚至有命啊。张家子，啊，是金老板啊。金老板，请坐，请坐。阿婆，对不起啊，你明天再来。哎，好，请，请，请。好，那我先走。哎，啊，正好。金老板，坐，请坐。你他妈的！你说我们金家都被白虎精给缠上了，如今都两天了，哎，想出什么办法来了？金老板，办法倒是有一个，那就是送走白虎精。怎么个送法？金老板，明天你把饷桌准备好，五户土地到你府上来送走白虎精。好。我明天等着你。哎，没没没没没。金老板啊，你可要准备好命金啊。要多少？金老板，我想你是个明白人呐。妈的，你这个瞎子，有屁放屁，有气出气啊，不要绕什么弯子。到底要多少钱？开个价。金老板，就这个数。你在敲诈我呀。啊，金老板，我一个瞎子凭本事吃饭，你要是不相信我把白虎精送走，你就另请高明，我也不赚这个钱了。怎么送客？怎么知道我们名字啊？妈，我从没告诉过他呀。先生，你算出什么了？金家推来扶不亲，白虎圆月进门勤。杜宁富贵将孝田，敬送白虎保爱宁。啊，那先生啊，那怎么才能把白
白胡金送走啊？阿婆啊，白胡金远远进了金家的门呐。圆月，对。儿子，那个小姑娘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家的？好像是，哦，小年夜来了。啊，那她属什么？老婆啊，你问问小东东。小东东，你属什么呀？老虎。说呀。我爸爸说过我是属老虎。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白虎精。好啊。man， 金老板，听我说，他不是白虎精，白虎精只是附在他的身上来到你们金家。那明天就把他给卖了。太太，不要卖了我，不要卖了我，不要卖了我。不，你们应该敬送他。这叫放虎归山，要不把胡静怎么样啊？还会回来的啊！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儿子，听张先生指点吧。张先生，那白胡静怎么个送法？啊，为了你们金家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把白胡静送走，不再回来了。必须找一个能够镇得住他的人呐。对，一定要找个镇得住他的人。对，张先生，那谁能镇得住他呢？没，啊！正所谓“虎落平阳遭犬欺”，此人必须属狗。属狗？嗯呐。那这个人到哪儿去找啊？啊，此人我看，刘半仙是最合适的人了。啊，不，我不能收，我不能收的。哎呀，半仙呐，你属狗，你又会算，你能镇得住他，让他不要回我们金家，我求求你，你就收下吧。不，我不能收，我不能收。哎呀，儿子，钱，快！刘半仙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就看在一个老人的面上，收下吧。啊，不行，我真的不能收。哎呀，不行，不能收的。不行。哎呀，张先生，你跟刘半仙说说吧，收下吧。好，半仙啊，我看阿婆哭哭啼啼的，你就收下他吧。差不多了，该收下了。哎呀，求求你了，半仙啊。那好吧。我就收下他吧。谢谢你儿子啊，这下可好了。妈，东东，过来，来去吧。阿姨，阿婆啊，你放心，我无论如何也不会让白虎星再进你们家的门了。哎，阿弥陀佛。半仙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好的。三毛，婆，点龙来扶你。阿弥陀佛，谢谢。阿婆，走了啊。阿婆，我们走了。哎，好。谢谢你了啊，刘半仙，客气，不谢谢了。当心啊。啊，走好。好。哎呀，师傅，真是谢谢你了。哎，不用了。谢谢。儿子，快备车，送张先生回去。不用了，这怎么行啊？张先生是我们救命恩人，怎么能不送呢？阿婆，把他们送到命相馆去。哎，东东去了，要给你们添麻烦了啊。没关系的，东东，在他们家乖点啊。阿姨，我会听话的。阿婆，我们走了啊。哎，好，走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告辞了，再见。谢谢。师伯，当心啊。三毛，我们一起走啊。师伯，去。告辞了。坐在我边上。走好啊。告辞。哎，再见。哎呀，儿子，这张先生是我们救命恩人呐。是啊。这两天妈总是提心吊胆的睡不着觉，现在可好了，白虎精送走了，是啊，我们家太平了。妈，白虎精送走了。
妈，咱们回去吧。哎呀，这回太冷了。回去吧。哎，到成功，今天救了东东，还赚了钱。师兄，我知道你会成功的。那当然，那当然了。四妹啊，这些钱你拿着吧。啊，我这是金家给你的命钱。四妹啊，这些钱你留着吧。小东东要住在你们家，你们家又多了张嘴，以后的开销就更大了。来来，四妹，拿着。拿着吧，啊！师兄，哎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以后都是自家人了，啊，收起来吧。四妹啊，上次是我不好。把狗的照片当成你的照片，乐得你妈妈生气了。这事都怪三毛，都是他不好。不能怪三毛，不能怪三毛，他当时是爱恩为武，是我硬抢过来的。师兄。这张照片，你就留着吧。好好好。四妹，四妹，今天晚上你就留在这里吧。要是不回去，我妈妈会着急的。哦，四妹啊，我们还是早点结婚吧，早结婚，早生小孩，将来还有个帮手，你妈妈也就放心了。四妹，是吧？啊？四妹，我妈妈照顾我一个人已经够累的了，我们两个都是瞎子，你叫她怎么过？要是将来再有个孩子，恐怕笑都没长大他就去了。四妹，师兄，四妹，师兄，东东，东东，什么事啊？师父师伯叫你去吃饭。吃饭？哎，那我们走吧。哎，东东别急啊。东东，你切切要记住，见了师父和师伯你要多说些好话，说他们怎么怎么好看，怎么怎么漂亮，他们一听了好话呀就会高兴，一高兴啊就会喜欢你，喜欢你呢他们就会把好吃的东西给你吃，买新衣服给你穿，你说这样好吗？记住了吗？三毛哥，我都记住了。三毛哥，我谢谢你。东东，东东，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，东东，别磕头了。我们都是苦命的孩子，我们应该互帮互助，对不对？来，起来吧，我们现在去吃饭。嗯。
师伯，哎，菜来了，咸蛋。好好，四妹，来。哎，好的。哎，东东啊，切啊，多吃点啊。东东啊，以后啊，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对，多吃点啊。对，东东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切。说什么？今天师傅就像个新娘子。哦，哎，师傅今天就像个新娘子。啊，新娘子。师伯就像个新郎官。师伯就像个新郎官。好。哎，东东啊，你看看，你师傅长得漂亮吗？啊？漂亮。师傅啊，不高不矮。嗯。不胖不瘦。嗯。小小的耳朵。大大的眼睛。大大的眼睛。哦。又黑又亮的头发。又白又嫩的皮肤。对。就像什么？有钱的小姐。哦，就像有钱的小姐。哎，像个有钱的小姐啊！东东说的都是真话，师傅。对，就像图片上的新娘子。哎，师妹啊，老话说啊，小孩子嘴里说真话。师妹呀，没有想到你长得那么漂亮，我要是娶到你，我这辈子就蒙着了啊！哎呀，你们可出去了！切，别客气。师妹呀，我今天特别高兴，我敬你一杯啊！哦，师兄，我不会喝酒的。哎，稍喝一点啊！师傅，你喝吧。来，喝酒喽！师傅喝呀！喝了！师傅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哦，不，哎呀，就一杯。再喝杯。好。师伯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也敬你一杯。对，敬一杯。好，敬一杯。喝。师妹啊，就看着两个小孩的份上，我们再喝杯啊。好，来。好。师兄，我只觉得这个房子在转啊。师妹，你躺下就好了啊。好。有了，师妹啊，切着苹果，醒醒酒。啊，来，这块，好，这个，三毛，来，什么事啊，师伯？三毛，我要带你个师傅敬敬酒啊，来，你准备一下子啊，劳动房，好，敬酒，东东，把红布都准备好啊，师伯给。帽子哦，帽子来了啊！戴上帽子给我吧，戴上啊！这是什么？来，好了，起来，来，先敬酒啊！我说不要喝，最好。好，师伯拜堂了啊！哎，一拜天地！再拜。二拜高堂。师傅，你错了，摆错了，再摆一次，二拜高堂，三拜什么？师傅，三拜什么？夫妻对拜。哦，夫妻对拜，你们现在还不是夫妻？闹着玩的。哦，那么师伯啊，那么四拜是不是就要生孩子了？哈三五四。哦，不是生孩子啊。闹着玩的。哦，快点。夫妻对拜。好。
四妹，长桶了吗？长桶了吗？新郎新娘进洞房。四妹，来，公子，进洞房。洞房，洞洞洞，咪哩嘛啦咪哩嘛啦，洞洞洞。四妹啊，要上桥了，当心点啊！我背你啊！咪哩嘛啦咪哩嘛啦，洞洞洞。什么呀？进洞房呢？都进的呀！马拉地马拉道道道。妈，你当心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你自己也当心点。慢点，慢点。慢点。坐好啊，坐好。哎呀，儿子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是啊，白虎精送走了，你们就太平了，妈也就放心了。是啊，妈，我可以太太平平的在乡下住一阵了啊。妈，您要是在乡下住的不习惯。就到我这儿来啊，多住一阵子。我知道啊，知道。阿福啊，慢慢了啊。好。妈，再见啊。进去吧，妈，走好啊。再见啊，妈，走了。再见。三毛啊，上次四父回去跟阿婆都说了吗？说过了，说过了。阿婆怎么说啊？阿婆说，开始她不同意。哦，后来说他可以考虑考虑。好，三毛啊，事成之后啊，我不请你吃猪头肉了，我请你吃十八只蹄膀。真的？哎呀，大哥，开门。开门！有人敲门，我去看。没，是金老板。金老板，他来干什么？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我去开门。三毛，快走！往后门走。走，三毛，开门！快走！开门！听话，快走啊！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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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听话，快走着。师傅，快走啊！回去跟你师傅讲，过几天我就会找他的啊！别走啊！我是你老子，来了！啊，是金老板，什么事啊？什么事？请你带账。金老板，张瞎子，你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呢？金老板，你讲不讲理呀？你讲不讲理呀？你个瞎子，我跟你讲什么理？你骗了我的钱！你狗胆包天，哼，吃了老虎胆了吧？快还钱！金老板，你怎么打人呢？我老娘送走了，白虎精也送走了，我还怕什么呢？快把钱还给我！金老板，什么钱啊？我告诉你，送白虎精花去的钱，都记在你的账上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！金老板，你们是明眼人。欺负一个哈子，天理不容，天理不容啊！你还敢犟嘴，我打！进来吧，把他拉出去！进来吧，别打！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你就得给我滚上海滩，不然的话，明天在苏州河上。躺着一个尸体！给我打！家门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我使劲打！进来呗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进来呗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敲我！给我打！我死你打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进来呗！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！哎呦！给我滚远点！砸了！通通给我砸了！砸！不要我再看到你！滚！都给我砸了！
太爷，太爷，我错了，啊！我错了，太爷。师兄，别走！师兄，师兄，师兄，你别走！师兄，师父老是躺在床上，他的病会不会好啊？师父会好的，等师父病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出去做生意了，赚钱。哎，你会不会算命啊？不会，我可以学呀。哎，给。你们吃吧啊。阿婆，师父怎么不吃啊？嗯。你师父在生病，这几天他吃不下，你们吃吧啊。阿婆，你也吃吧。阿婆，你怎么不吃？自从张铁嘴离开上海以后，你师父好些天不出门。叫一个瞎子养活三个人，难呐！哎，怎么办？嗯，东东，你过来。东东，我想。给你找个好人家，不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和三毛哥在一起，和师父在一起。阿婆也是没办法呀，阿婆舍不得你们，可是家里明天就揭不开锅了。孩子，阿婆只好给你找个好人家，明天就送你走。啊，不不，留下我吧，留下我吧，我听话，我什么都干，不要赶我走，不要赶我走，留下我吧。孩子，阿婆也是没办法，我们没吃的，明天已经揭不开锅了。揭不开锅，我可以不吃饭。哎呀，不行啊，孩子，不行啊。三毛哥，你再救救我吧，
救我吧，救救我！你有什么办法，叫阿婆把我留下来，我不要到别的地方去。东东，别哭了，不要哭了。师兄，救救我！师兄，别走，别走！师兄，师兄，别走！东东，别走！我也没办法。别哭了，阿婆，我求求你，你留下我吧，我不要到别的地方去。孩子，请您收三毛一半。师父，您多保重。三妈走了。是个好孩子。
师傅，那我们去算命吧。东东，带我到命相馆去。师傅，你昨天已经去过了，师伯早就不在了。带我去吧。哎。将来